到 downtown 啦，等会儿我们就要进行最后的圣诞礼物准备阶段，然后我和 Aaron 单独行动，我决定要去给姐姐看看礼物。 Aaron 不知道筹划着自己的什么小秘密。刚刚我买好了礼物，在这里 Aaron 已经包好了，但我不知道是啥，但是那个蓝盒子是我送给姐姐的一个小小小小小小的小东西。准备要开始做饭了。对，我刚刚把这个地方摆了一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嗯，挺好看的。然后下面再放盘子，对吧？开始做饭。看我的这个，看我的这个衣服是不是很可爱？等会儿姐姐下来，姐姐也超级可爱，而且姐姐的还有铃铛。跟姐姐的衣服。姐姐快点看姐姐看镜头啊，你看姐姐的小胸衣。姐你看我们俩站起来就可以录到你，但录不到我。这么高，哎啊，好难过。椅子呢？先切菜吧。好，香蕉做一个 cheese 盘，你也都摆上去，摆下一点。买了什么东西？这是一个就是那个 cracker 那种的，这个是无花果干，这个是巧克力。嗯，应该不需要。虾，现在正在煮虾。Aaron 在烤羊排，姐姐去买 baking powder 了。是烤一个蔬菜，然后先这样烤一下，放盐烤一下，放橄榄油，然后最后再放点蜂蜜。蔬菜要放烤盘啦。然后我觉得烤个40-50分钟，我想要放点蜂蜜那种的。耶、yeah。这天买的两个 cheese 都已经完美了，这个是辣的 goat cheese， 这个是 truffle 的那种 aged cheddar。我们就这样放，然后这样摆出来，这样把它往上点，这样对。第二道菜，这个是我的，这两个没有鸡蛋。开锅啦！哇，好烫好烫好烫！慢点啊！哇哇啊！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应该是可以的。切一下，老公。好，一会儿切，凉一会儿切。啊。哦。哇，好多呀！
就一点往下看了。这个气太大了。嗯。最后一个菜，上菜。圣诞老人蛋糕。圣诞老人蛋糕烤鸡，完成。牛果沙拉、cheese 盘、烤羊腿，还有意面。